哎，我们这还学会买花了。一周年纪念日嘛，怎么可以没有花？刚买的吧？被你发现了，你现在怎么这么聪明啊？你说，这一周年纪念日，小琪这家伙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？别管他，饿了我们去吃饭吧。 我也可以给你做饭呀，你看人家小朋友啊，走吧。咱聊吧。